达赖夜石是佛学里边就是为了更多，就是说他要讲法需要建立这些概念，都是为了讲法建立起来的嘛。八识的概念就是前六识再加莫那识加阿赖耶识嘛，有一个把这就唯识这块就是建立起。他这样你否则怎么讲因果了？就是你这个生生世世的。生生世世，我们说有业力，这个业力到底储藏在哪里？怎么过到这一世的嘛？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嘛？老师，这个业力是怎么上一辈子做的事？它是怎么影响这一辈子的？这不果报嘛？是，所以你有果报说，那上一辈子那个就是做的那个人，因为上一辈子那个人也不是你了嘛，就上一世的你是另一个人嘛，可能是个男的，没准我们还是个小狗小猫的，是吧？那他做的业报，他怎么影响我这一世了？他怎么跳过来的这一世？啊，他就给你建立了一个阿赖耶识，说，信息是不灭的，生生世世那些信息业力都是储藏在阿赖耶识里，阿赖耶识就像一个仓库，它是不动的，哎，就生生世世不，它是来是讲这个信息不灭的，哎，藏着，然后通过七识是个桥梁，他建立了个七识，然后建立了，因为六识你是能看见的嘛，那他因为八识不动嘛，那他不得弄个七识啊，七识他有个桥嘛，因为这前六识一触动。是吧？前六识动，你能看见了，他不会去八识里边取嘛？他要有个看不见的，这就叫人说潜意识，他有一个东西，他要取嘛？哎，就是借他过来，然后去产生一个就是链接，就是他也八识来解释人的三世学说，就是人是生生世世影响的。其实阿赖耶识储藏那些信息，你考虑考虑，还不是全是错觉啊？每一世的错觉，所以哪个都不靠谱，所以你冤枉的受报。冤枉的时候，就生生世世那个阿赖耶识东西跳过来影响你这一世，还不是你这一世的人力的知见没停嘛？假如你上一世是人力，你取了上一世人力的，比如说你那个阿赖耶识储藏了你八十世的信息啊，那么如果这一世你是人道的话，很可能就是说，除非你的知见，就是你的见闻觉知，你对这个东西的态度看法，跟上一世上上世吻合了，那一世就跳出来了，就成成你这一世的报。就是芹菜萝卜，你这一世还是喜欢芹菜，上一世哎那个喜欢芹菜那个人出来拿的就给你受报了。如果其实上一世就不靠谱，阿赖耶识那些东西，每一世的执着跟分别错觉呗。那有人在修一个法门，就是说他要进到阿赖耶识里面去清理这些，不可能的，他这个绝对清是理不错完的。的，你有清理几不亿完世的，怎么能清理？他要转识成智嘛，佛学里边这个但转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。阿赖耶识的信息，它是个毕竟空的，就是它是你生生世世错觉在真本性里发现的啊，包括六八十，它都是我们的真心是本来存在永恒不灭的嘛，其他都是概念冥想，本来六道轮回就是个错觉。就是由你八十里边呢发现的那些错觉，都是在空性里边众生随业发现的，因为你有人力的眼在空性里就发现人道嘛，你有畜生道的眼在空性里发现畜生道嘛。他每一道发现的都是幻境，本不实有嘛，本来也没有实有，说是就空性里边有个人道，有个畜生道，没有这些的，是你发现的，人道是你发现的，而且你发现了起了个名字叫人道，佛学起了个六道的名字嘛，啊，你叫他不叫六道也行啊，反正就这样一个状态呗，就这样众生这样一个状态呗，你给他起个说，哎，这是什么状态的，你起个其他道也行啊，反正佛学，但是他已经定义了这些名相嘛，你拿这些名相说法了嘛。都是错觉，都本来也毕竟空没有。你了知这个境界，你的阿赖耶识才能转，刹那都转，正如本心，正如本心，什么都不用转了嘛，万法都是本心的视线嘛。那我们入定的时候，你转个啥呢？是吧？都是毕竟空，都是本心视线嘛。我们入定的时候是入到了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层面里不是，它这是两个系统，就是定。阿赖耶识是生生世世的信息嘛？比如说你，有的人假如说入定，通过定能够进入到生生世世很多世，比如说我入定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我入定了，我可能同时看到我六七世，没事啊。比如说大家经常玩穿越嘛，就是看看那个电视连续剧穿越会，哎，我在唐朝的时候，哎，我是个谁谁谁，啊，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入定，你会回到唐朝，你会看到你唐朝穿的衣服是什么。你拿着什么扇子，或者你坐在那儿，你跟谁在说话，你说什么，你会把那个片段提炼出来，
哎，然后你会看到说，哎呀，你前前世，你可能看500世、600世啊，你那个，比如说，不是说是阿罗汉能看500世，大菩萨看得更多一点啊。那几百世人，你一世一世的看过去，如果你有定力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。但每一世都假，是吧？就这一世也是个梦啊，就是你看了100次梦嘛，500那个梦嘛，啊，梦境呗。你觉得那个值得，那个梦境值得你转吗？但是如果你在定态里边，你要当真了，说，哇，我在唐朝的时候就认识你啊，我们俩当时是夫妻啊，我们俩当时是干啥的？你是我老公，你是我老婆啊，这一世我们遇了，是不是要怎么样？哎，这就是执着了啊，这就执着，上一世执着，这一世还执着。执着不代表是你说，哎，说你要准备结婚，说他最好上世都是你老婆老公，那也挺好，这不随缘了嘛，是吧？大家就有缘嘛。但是你说上世老婆老公，这一世算了吧，这累乎乎的，说做了这么多事了也行啊，是吧？你也可以就是可以不做啊，是吧？为啥就是不要较真啊，是吧？每一世都是个梦境嘛，是吧？也没有那么神秘啊，就是你看一些每一世的故事呗，就像你自己录像啊，你投胎转世了那么多世，你录像录了很多录像片段，一试一试看呗。就是这些，你觉得你需要把它们转成智慧吗？你没必要啊，是吧？你去了解哦，我原来是这个世事都是错觉，了解这一点你就转了已经。你不执着，不住在每一世的境界里，不被那些东西转。但是如果你坐在这一，你要如果你不没有证到你的空性，空性就是你的真心本性啊，没有证到本心，你坐在这儿，那么你是受生生世世影响的，那些生生世世的众生，你也是众生嘛，因为生生世世，假如你有500世，500个不同的你啊，每一世都长得跟你不一样，也许有点像啊，有时候，但是他也许是六道嘛，各种道的都长得跟你嘛，但是都影响你，啊、哦。很微妙的一下，嗯，欣喜不灭嘛，嗯，什么叫正知见？一定要搞清楚啊，把佛的空性正见实施，但是还需要功夫嘛，嗯，我们现在对空性的了悟还是建立在文思上嘛，你们对空性，那你们在头脑意境里边会建立起说，哎呀，空性是不动的、不生灭的、不轮回的，我们是本来有的。哎，这个东西它既不是虚空，也不是万法，没有法相，怎么，这都是一堆概念，嗯，就是你还没有安住在真心上，就是你把这些概念拿走的时候，你留下来那个东西是啥？你觉得你就是个五浊恶世的凡夫，你还是这样认为？你觉得你这个还是假的？你还认为自己是假的？你并没有把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，因为你觉得你没证的。就说那对概念拿走的时候，你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问你，如果没有那对概念，你是什么？你说我就是个凡夫俗子，我就是一个假心假意的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个乱想，我就是，其实这个直接是你真的没听懂空性，你就不可能有假的，假的怎么能说你上一秒你的假的，这一秒都留不住，它流走了，就说你佛说空性永恒，空性不灭，是告诉你。你不可能有一个假的你坐在这儿，没有一个假的你坐在这儿说话跟我，因为你不可能，因为假的会消失的，刹那刹那生灭，所以只有真的坐在这个凳子上，这才是永恒，这才叫成见性啊，这叫见空性，但这个之间你很难，因为你说嗯真的真的，因为马上佛像就出来了，你说哇，如果我是真的，我应该像佛那样放光啊，应该，哎，第二年你又变假的了，你永远有事情，永远想，永远在妄想，妄念未停嘛。就是你之所以没有佛的正量跟境界，就因为你这个妄念不停，不停不停，触缘就动。哎，就是所以你要停很久，把这个五重浑浊全沉静下来，你才觉得自己是个佛了。否则你老觉得自己不是。虽然说有个真的，我空性是不灭的，只有空性是永恒存在的。其他都是幻境，万法都是幻境，但你始终是说我是个幻境，我是个假的，是吧？你从来不说我是真的，但你又说真的，你说这有用吗？你说我是真的，这不是个嘴上说，然后你又心里又不这样认为，心里觉得怎么我遇到一点点事情我就难受啊，本能反应啊，说我没证的，是吧？这又这种理论又出现了，你安住在你是空性的这个知见上。
真的啊，就是从影帝跟果帝是一样的，影帝你是佛，果帝最后你还是佛嘛，直接是一样的，影帝果帝是合一的，只是中间这个昏浊要沉淀，你这个昏浊的水，所以你是迷失的佛嘛，你现在迷失了，你继续修就好了。嗯，假的东西留不住的，假的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，不是你怎么，你就是个，你这个假的，如果三维的角度呢，你是个假的，那他刹那刹那生灭，知道吧？他根本连时空都，连三维都跟着是个幻境。我们不是经常说我是三维投影吗？这个三维本身就是个幻境，连时空连处，就是这个处所，连时空连你，都在刹那刹那生灭。只是你不是用佛眼看世界，你的肉眼觉得这个桌子是永恒的，我也在永恒，坐在这儿一个小时没动。其实速度之快，生灭之快，不是你能想象的。这就我经常觉得说那个灯泡不是那个光，它刹那刹那生灭嘛，只是但是我们看见它一直着着。你已经死了你的轮转，你已经多少次就坐在这个凳子上，灭了又出来，灭了清晨代谢啊，细胞啊生灭，刹那刹那刹那很快啊，一直在那样。不灭的是我们的执着，一直这个位置执着一直在那儿，觉得就是还没醒来，一直没醒来，就是一个你坐在那儿，一个执着一直没醒来，有一个你在那儿执着着一直没醒来。其实你的肉体，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了，已经刹那刹那变化。你死扣住，我就是那个女人，我就是有很多世的轮回，我就有个什么十八十七十的，我就怎么样子，我就要转是没有东西转，你已经走掉了，它就是个幻的嘛，是吧？无相。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件事，那就继续吧，一直到知道为止。这就像如果你坐在那修耳根源头，不知道声音出来不过来的时候，你一直以为声音会有过来，你本能的会反应。如果你不知道是你的心分别造成的声音才入到你的耳朵的话，那你一直等到它知道为止。这就是修正，并不是说你修出个花来，你能修出个啥来，只是知道为止，知道你在错觉，知道你在妄想，知道你在产生错觉，知道这件事，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再也不说我本能会反应这种事了。是本能，你打我疼，我本能啊，那个疼你要知道是你的，还是在幻境里边妄境里边，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百刀枪不入，就是大家骂你做你随便，是吧？最起码能达到，你慢慢再练呗，继续再知道更多的呗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是圆通这种事，耳根本来就圆通啊，这要在根本见地上。因为人类的耳根是个幻境，那你只有一个佛的圆觉境界在这儿，你是如来吗？只有如来的圆觉在这儿永恒不动吗？人类的耳根是你产生错觉形成的能闻跟所闻吗？这俩本来坏，是吧？你修个啥？但是你现在执着在这个能闻所闻里了，所以才谈修正二字啊。这两个字是真的是方便说啊，就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可修的。坐在这儿，你觉得这个声音却进来了这么多声音，你到底进哪里了？吧？所有的声音就是耳根源头有入流王所嘛，就是这关系。入流指的是你能闻的所闻的都是入流嘛，很多声音都是入流嘛，你是空性嘛，它就王所就是所有的入流全部停下来，王就是消失停下来，但并不是声音消失了，是停止入，停止入到你里边去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坐在这，你觉得声音过来了，海潮也过来了，我没想啊，你坐在说老师我很清静，我一个妄念也没动。但流水声也进来了，海潮也进来了，是吧？耳根是在我妈肚子里就进来的，是吧？你妈肚子里不就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嘛？你空性是没有六根嘛？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六尘，现在是坐在这儿。你说这个六入吧，是我妈肚子里就入过来的，没办法了。这个声音六尘，我坐在这儿，我一个妄想没打，它就进来了。你看这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啊。是吧？这不都入啊？是吧？停下所有的入流，就是所有的入流都停下来，不再进来了。你是什么境界？空寂的境界，就是不再分别心出停的境界，就是你的妄念停下那么一点点，停下那么一点点的时候，刚开始第一步停下来的时候，
所以所入即集嘛，后边就是所有的入流停下来了啊，不进来了，这不动静二下就不生了嘛。因为你是分别动静二下，因为你开始分别了动静二下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进来了嘛，六根也进来了，六尘也进来了，好多声音都进来了嘛。你是空性，本来没这些东西啊，法相，这些法相全进来。那现在你通过坐在这儿，你第一步要停停，你静下来，静下来，出入文中，你就得静下来，因为你要不说这个，从听闻修的话，因为你散乱，你乱想嘛，啊，所以听声音坐在这儿，哎，声音都过来了。说你要修耳根，声音就会过来，因为你一想，你只要一想说你修耳根，过来的一定是声音，知道？不是其他，不是色相啊，不是美女，不是靓仔，是声音，因为你要修耳根嘛。你要说修眼根，可能来了靓仔美女了，是吧？因为你闭上眼也会想象的啊。但是你要修耳根的人，大部分一往那儿坐，来的就是声流嘛，是吧？这种声音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都叫入流，这种让这种进入停下来，不要让它再进了。你不分别，这不是不进了吗？一天、两天、两天、三天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哦，你不分别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好像挡在外边了。那个海潮音进入不了你的耳朵，你发现它就在这儿停着，就像你有个金刚罩罩住了，那个声音好像在这儿进不来，但是你能听见，你知道海潮音好像跟你没关系，所有的声音都跟你没关系了，不止不进耳，也不进你的心，心虽然你也不知道是啥，反正但是你就能知道说不进耳不进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都停下来了，内心空寂呀，就是。那种空寂就是很清静，这个世界吵得要死，就是说泰山崩于面前，或者身边的很多人是哗在这吵，然后你的心清静到清凉，就是清静到极致，这个时候还能导致就是外边掉个针灯你就能听见，就是很吵啊，就是说外边的声音很多，但是别人掉个针你还是能听见，所有的声音都寥寥分明，但是你不动啊，这个就是入流停下来的状态，就是。然后呢，那些这个时候动静二下不生了嘛，然后时间长了再继续修，就人力的能闻跟所闻没有了，你的耳根人力的没有了啊，不是能闻所闻没有了，因为人力的是耳根是很有局限，能闻所闻就提下来了，那就修非人力的了，就人力的没有提下，它打破局限性了，你就能好多声音同时听到，而且就算再吵，很低的声音能听到，很高的声音能听到，但是你还在人力的分别执着里，因为你知道那叫海潮音，那是流水声，那是真掉地的声音，只有人力才这样说呢，是吧？这就绝于所绝空啊，这就接上你们前边的绝而不动了啊，继续往下修啊，这个空于所空灭啊，最后到空觉即圆，就无修无证了，最后就到了无修无证，但是中间前边所有的修证，哎呀，本来就虚妄，你本来就是对一开始从第一地进入的大菩萨登地菩萨直接就切入了，不是没有的，是可以的哦。怎么样才可以呢？真的听懂了，不是头脑都借了一堆概念。大菩萨修证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修证，佛说你看空性，你说空性是什么？我们有个本心，本心是什么？如如不动。不生灭，当我说如如不动的时候，你就把空性定在那儿了，你它散乱你就屏蔽了，说手心你把手背给丢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是由二元对来听法的嘛。我说空性是什么？如如不动，只要它动你就觉得不是空性了，因为然后说动静二相里边包含在里边，然后你就又建立起个空性，里边包含个动静，因为你是由法相的心听的嘛，然后你再说它是不生灭的哦，你已经有一个生灭的相了，哦，那个生灭的是那样的，它是不生灭啊，跟它是相反的，你总会用各种法相来提，然后最后对空性的理解是头脑的一堆概念定义境界，那是法相，就是说你得的空性是法相。大菩萨是怎么听的啊？就像人家登地菩萨是坐在说，佛说一切相虚妄，空性如如不动不生，人家刹那坐在这儿如如不动，谁也撼动不了了，万法已经动不了它了，你坐来打他，对不起，我碰着你了吗？不在人家，因为万法虚妄吗？人家是空性吗？直接就坐在空性这儿了，万法已经撼动不了他任何东西，生起难斗幻境，
是吧？不管任何东西，佛格林王自己不会生气啊。就是他已经安住在我就是空相，其他三界六道是幻境啊，万法幻境，既然是幻境还影响我，那不傻吗？既然是幻境，为啥影响我？那不是傻傻的吗？但众生你们会问说，老师那样我还做事吗？既然是幻境，不做跟不做有啥不一样啊？是吧？你怕啥呢？你怕果报吗？是吧？就是人家是直接离相的，当说一切相观一切相虚妄的时候，他直接离了，坐在这儿不动了。我们是听了一堆概念在头脑里，所以你就这就佛说呢，说你是听懂了真心，你也听懂了空性，你有一个本性是佛，但是呢你没得，这叫没得法性。你听法听佛法听的，没得了法性，就没得了这个我说法这个空性的一个法性，就是本体，没得了这个、没得了这个东西本性，你没得了本性。人家真正离相的人是马上听完就坐在这儿修正，即闻即修即证就得了。人家不会在头脑中记那些概念的，知道吧？他不会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怎么观，老师我怎么观，我怎么把一放下，我怎么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怎么把这个东西观成梦幻泡影，我是拿还是放，他不会这样问问题的，是吧？他直接就坐在那儿不动，他直接是跟着佛说的做的，知道吧？佛说如如不动，他不动，是吧？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不再受影响，这就是直接进入修正。但是你说我怎么能不受影响？这有点第二步了。说老师，我观不成啊，那个梦幻泡影怎么观成呢？他来了，我本能反应啊，这都是用头脑听法。佛说你就这样修啊，是吧？这就叫大家用头脑听法的人，听了《金刚经》就会夜视。觉得活不好，因为什么？这啥相也是虚妄的，这还能不能让人活了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但你别忘了《金刚经》前面须菩提问的是怎么从烦恼中解脱、怎么安心的问题。我说先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它是让你这样修行的，就是破一切相是一个方法，是个修行方法。那如果大家都通过说是听了离相这件事，观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是个修行的路。如果你听完佛说法，你厌世了，或者是你不想活了，或者是不想说是说这个世界没意思，那你真的是佛说了，这就是咋说那句话说啊，这说我说法像指月的手指，你顺着我手指看月亮，你才看我这个手指，你记住我这个法了，所以你世俗法也活不好了，月亮也没看见，连手指也丢了，这就是这种，这就是这种，就是以手指月嘛那个名字。你学了金刚经本来是去烦恼度一切苦厄的般若智慧嘛，然后你竟然夜视活不好了，还没解决了这过去的问题，连未来的也活不好了，是吧？这不是看因为手指王是月亮嘛，因为佛的经典吧没看到空性，是吧？把这一辈子也把当下也不会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能做到菩萨的境界的，那就是他还是修行过的，他多多少少修过一些定力，他才能马上安住在那儿。就是否则他安不住啊，他总会疑问，就是我们的头脑真的是总会问问题，绕着问，怎么能观成梦幻泡影？说那是个漏，那条漏怎么走？然后说你坐在那儿不要动，哦，空心是不动啊，哦，这就是不动吗？哎，我不动了，怎么还没空啊？就是各种，但是你通过不断的闻思，逐渐就明白了啊，也不用说，哎呀，我你看听完全是概念定义，没关系，概念定义也很厉害，继续呀，我是讲为啥我们就是听完就是直接得不了这个法性嘛，得不了这个，就是对空性一下子证入不进不来，就是安住不住，没基础，没基础的时候认知不深刻。就不深信，不会很深的相信这件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红尘里边这么久了，活在世俗法里边这么久了，世俗法那些跌倒梦想已经那么深入人心了，我们怎么会把那些东西忘掉，相信佛说的空性正见呢？说那是幻境呢？他欺负了我那么多年了，竟然他是个幻境，是吧？这个很难，马上就进入的吧。我每天都为这个世界，一睁眼就是这个世界，时间啊，空间啊，一睁眼这个世界就在五浊恶世啊，负面的啊，人性是邪恶的啊，这些已经
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认知，这个知见怎么能从我们的脑子移出去，变成这个世界如梦幻泡影这种知见呢？两个知见啊，是吧？你怎么能变成这种知见呢？因为你睁眼你都要跟人打交道的嘛，是吧？人性的邪恶你是见闻觉知每天都触动你的，空性不每天，空性啥也没咋触动，所以修行是先破我相嘛，先破我执嘛，就先破这个，然后破万法，先从自我，那从啥破？就还是从定破，修定修圆通。你看这个六根，啥也都是这六根惹的祸，你活不好也是他嘛，看见啥了，听见啥了，这不是他惹的祸吗？他又看见啥了，这不你生气吗？他又听见啥了，这不你生气吗？他又体验到啥了，这不也生气吗？他不很难受吗？是吧？体验还有病啊、离合啊，各种很烦嘛，嗯。都是他惹的祸，都是他搞的，你要把他弄圆通，弄不圆通每天受苦受难，那冷了你也冻得也难受，别说是是吧，热了冷了都难受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你的六根有一根有一根里圆通了，其他根子解脱嘛，那你就会翻回来再看自己人类这个身体，或者在三维这个时候真的很可怜，我们活得很可怜，就是真的很可怜，你生老病死你解决不了啊，一点点小烦恼都能把我们崩溃弄崩溃，就是很可怜，不是我们志向不够高，不是我们心量不够大，也不是我们内在素质涵养不够，啥也不是，就是因为我们执着，知道吗？哎，不是我们的有时候心胸气度也很宽，也有奉献牺牲的精神，甚至菩萨都，但是正你的执着的点那一点，哪怕你执着了一个鸡毛，他也能把你灭了，真的是很可怜嘛。就是你那么伟大的一个，你的思想智慧，你的思想，所以你看有些人，很多的硕士博士啊，很多啊，他们知识很渊博啊。你不是说他没有，他心胸气量也不是说那么小气，有时候也很好，很善良的人啊。还有一些哲学家、思想家、心理学家，他们很厉害，但是只要他执着一点点东西。他既然能崩溃到自杀或者跳楼，他过不去，知道吧？并不是他不够好，并不是他不没有没学问不够高，不是执着那个点，认为他是真实不虚的，而且执着自己真实不虚，他一定受伤。这个也是，这东西他怎么不受伤呢？汉来俗往也受伤，别说别人还欺负，什么自己。是吧，你看天冷了他就冷嘛，天热了他又出汗嘛，是吧，吃不好他肚子疼嘛，吃好了他又胖嘛，是吧，又走不了嘛，这怎么也不对呀、啊、你这个东西是吧，就圆通修，圆通修其实很简单，也不用局限于这个法门了，你就知道坐在这儿这六根全是进来的，别说是耳出耳根，六入嘛，眼耳鼻舌身意全是自己因为分别执着进来的，六入一念错觉产生，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在你妈肚子里就进来了，按你妈的样，跟你爸的样子还是长的，按你爸，你就是自己的造物主，在你妈肚子，按你妈你爸那个模子自己弄出来的，你错觉产生的，你妄想产生的，你那个妄想来自于上世，你为啥那样想？你为啥想这个女的？你为啥想这个男的？你为啥那样想？来自于你上生生世世对你的影响，你产生的执念。上一世你那样，上一世的想法在你妈肚子里会延续，所以你就长成这样了，是吧？按你妈你爸的模子捏出一个你来，是吧？出来了受他欺负，生生世世我们就这样捏出模子来，然后在这个世界受，说是受苦受难，你能不能停止创造人力啊？你能不能停止造，把自己再造出来，在这个时空里啊，是吧？你投胎的时候你控制不住啊。如果你说有目的的投胎的，说是你能控制，我可以选择投胎到任何一道，那挺厉害了。你在你妈肚子里想怎么捏怎么捏，你也可以爱你妈你爸，其实也无所谓啊，那就成了妙用了。那就是持道家叫什么再来了嘛，是持好不道家是吧，再来嘛，就是再来就成那样。他在肚子他是不迷嘛，但我们现在迷了嘛，在肚子里就那样，然后出来就你修耳根也都。不要被这两几个字控住啊，坐在这儿这不六入缺进来了吗，这都是入流啊，这都是啊，你停下来，这些不要让它进来，不要让它进来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停下你最初的那个
他虽然进来了，但是他是个坏菌，千万不要以为他不变啊。你的眼耳鼻舌身现在不是长出来了吗？你就是个眼耳鼻舌身，你坐在这啊，你这空性他不是进来了吗？好，佛说他是个坏菌，刹那刹那生灭的，他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本体，是吧？所以你坐在这儿，空性是永恒的。所以虽然你照你妈你爸的东西捏出来一个东西，但这个东西是个幻境，这个六入。你只要停下你最初分别，比如你要先从耳根入的话，你就停下最初分别的动静嘛，也跟是光明跟黑暗嘛，你停下那个分别动静的心，这个六根它就解体了，你知道吧？它就你只是不断的在捏它，不断的把它聚合在这儿，不断的让它产生作用，这个六入啊。所以你修这，如果修就是说会修的，坐在这六根同时全停啊，一停，因为都是分别心啊，一停下分别心，耳入也消失了，眼入也消失了，鼻入也消失了，舌入也消失了，身入也消失了嘛。你停下分别，但是为什么佛会给你来个总结呢？说耳根最初分别的是动静，眼根最初分别的是光明跟黑暗，是吧？身根分别的是触和离，是吧？舌分别的味触，因为这是人力嘛，对人这样说话嘛，因为人实在是搞不定。人他很多想法的是你这样子，因为人散乱嘛，很散乱，刚开始东想西想，小路纷纷，知道吧？那如果从一根那个动，说你停动静，说你同时停，连对光明黑暗也停，连对是舌根也停，连鼻根也停，连身根的处理也停，连动静都停，他做不到，你知道吧？六根同时停你做不到，你觉得啊、哎、这太乱了，不行不行。虽然它来自于你一心一个心啊，来自于你的分别心，但是你的这样说法你听不懂。但是真正的休息六根刹那之间，分别心一停全停了嘛，是吧？人家啥也不分别啊，人家黑暗光明也不分别，声音也坐在这儿啥也不分别，就关心嘛，啥也不分别，都是幻境。但是你散乱，初学的人太散乱，所以从一根入啊，你只是因为声音会时时的吸引住你，你就会不散乱嘛，跟持咒念佛号是差不多吧，就是你把心，这就为啥大家说，老师起码个月头心放在哪里？你有心嘛？你要放在哪里？你现在听我说话，你心放在哪里？是吧？天文上啊。但是大家要一个人坐在那儿说，嗯，放在哪里？就好像没声音了，放在哪？你听我说话的时候放在哪里？就听声音的时候就放在哪里啊？是吧？有个地方放嘛，真给你找不出个地方放，是吧？你坐在那修耳根圆通，你说的有海潮音给你配上了，流水声也配上，你就算没有声音，你在家空调声、地里这个墙裂变的声音啊，别人说话的声音，滴滴声、汽车滴滴声、飞机轰隆声，这声音不都过来了吗？这放在哪里？这够你喝一壶的，唰全进来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说你有的时候你就死死的坐在那儿说不分别，不是这样的哦。坐在那儿，你坦然的坐在那儿，他过来就过来啊。然后，但是你有个错误的直觉是认为这些声音是自己跑过来的。你在那儿很清静，他过来打扰你，知道吧？他过来了，你坐着不要动。开始是声音过来，各种声音，有的你起反应，有的你不起反应，是吧？外边哔哔，是吧？你马上汽车，但是你。如果你平时起反应的时候，你说哦，怎么会有汽车呢？是大汽车、小汽车？你会啊，是不是有人接我来了？等等，你现在不反应了，因为你要打坐嘛，是吧？汽车，哎，你就不动了，不理他了，是吧？但有的，呜、哦，这是什么？你也搞不清楚，虽然动了一下，也没搞清楚这是啥声音，这不声音各种声音，这不入流吗？这哗取消过来了吗？停下来，停下对他的分别，都不要提，不要想了，停下来好。他过来就过来，你只要够你就停停停停停停。哎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好像这个声音不是从外来了，当然也不是从内来的啊，千万别说老师我发现声音是从内来的，因为你的妄想停下来的时候内外就不分了，知道吧？它也不从外来，它也不从内来啊，它也不从内出啊，内外只是你突破了内外的界限。你停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妄想不体的时候，你的六根会消失，你知道，你六根本来就是个妄想的出来的，你还真不知道，这真是个结果妄想。你以为你这个肉体心肝脾肺肾每个细胞那么结果，佛说就是个妄想，只是这个妄想太结果。你的妄想不是第一步停下来了，内外就不分了。你坐在那儿，你会发现声音好像从里边出来，不知道是要不
要不从那边出来，要不从上边出来，你会发现这个声音的来历来的方向不对了。很多人会发现声音从他身体里出来，其实是他心在分别，他心在动，他不知道。你再往下进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是我心乱想，就是你的心在很微细的分别。原来所有的声音跟你的心的分别有关，它不会主动找你的，它不会流过来的，你放心好。当你心停下分别的时候，声音就不找你了，动静二下就消散，因为刚开始就是动静二下才产生了耳根根。你看佛给这个讲解说，当你心先分别了动静二下，然后这个耳根是觉声成耳，你认为有一个声空性里边，你先分别出了个声音生成，先有生成的，不是先有六根的啊，你分别出了一个成像。当然你那个时候没有耳根也谈不上它叫尘，因为跟尘是相对，反正有个幻境，你觉得像个动静，这是动，这是静，你分别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声音觉声，你叫能量也罢，不也罢，反正它形成这个幻境，像个这个，刚开始不是叫圣意儿，就是很清净的四大地水火风形成，最后你在你妈肚子里捏了，照着你那个圣意儿捏出一个耳朵，像个葡萄，像个扇子一样的长出来了嘛，就叫别人看嘛，不是你里边那个看不见嘛，你哎，这两个耳朵形成，现在你要这个东西解体嘛，是吧？这本身是个幻境，它解体没有那么难，它也不会掉，因为它有这模具还挺结实的。但是能闻的功能会消失，从人力的能闻的功能变成圆觉境界，变成心的寥寥分明，而不通过耳朵闻，不再通过耳朵，心的圆觉无所不知，圆照，就是心在圆照，到最后。所以修耳根就是一开始你做人，然后第一步就是声音不打扰你了啊，然后这边动静就不再起了，因为分别动静不起了，声音不打扰了，那身心内外一片空寂清静，然后外边声音吵得天花乱坠，你这边清凉，是吧？虽然还达不到常有毕竟空，但也很清凉了啊，就是清静了，身心内在的清明已经出现了。外边的声音，外边的吵跟内在的声音形成牵扯之边，就没有声音打扰你了。别人骂你，就没有本能反应了，因为这边的空寂不动，你开始有定力了。空寂是不动的，你想动都动不了，你还动不了它这个空寂，因为是功夫嘛，功夫可厉害，功夫来了也是弄不掉的。你想不要还不行，然后他那个功夫就是你想把这个空寂，你说烦一下，烦一下，他不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别有功夫了，你说。哭一下他不哭，然后翻一下翻一下他不翻，就是空寂呀，里边很清静。说哇，这边这么吵，我应该是跟着他们吵啊，我应该很烦啊，我以前就很烦的，尤其听见他说话我特烦，但现在他就烦不起来，连烦恼是什么状态你都会忘掉，你烦不起来，那就叫功夫找你来了，知道吧？不是入流找你了，不是生意找你了，功夫来了，功夫找你你也挡不住的哦。继续往下修啊，这是第一步，先把人的第一，当你动静二下不生的时候，不是分别心停了就不生了嘛，外在的声音不打扰你了，这个时候闻与所闻静，人力的啊，能闻与所闻就静了啊，就这样修，很快的哦，嗯，这六七天还修不成啊，啊，就是，但是修的时候为啥大家慢，就是有个就是第一是大家基础不就是。就是身心不够清净，还有红尘，就是杂质多，你看身心的气脉转化的不够，哎，身心所以饮食上你还可以，挺好的，嗯，继续修吧，嗯，饮食上吃的清淡一点，清净一点，多打坐，世俗的红尘可以做事，其实我们红尘里边受烦恼的都是你的分别执着，做的这件事哪有啥影响，你说我做个纸巾，我做个杯子，这能让你多烦的事，大不了就是能让你累嘛，是吧？工作时间久了，这个杯子会让你烦，不会的，你就那么一两件让你烦的事，然后还你抓住不放，那两件事情，这一辈子让你烦的也就一两件，但是你就在那一两件里边过不去，生生世世卡在那儿，然后及不了格，你想想一辈子你就在哪里经常跌倒，不是工作不累，不是这些，是吧？目前没碰到的话，也可能以后还会碰到。管他呢，不是环境跟你没关系，从你修行的一个这个人跟你没关系，他爱咋地咋地，是吧？他跌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。